又吃上了啊！哎呀，天天不闲着，中午吃完，下午吃，下午吃完，晚上还能来一顿。那你一天咋的就吃一顿饭呀？关键架不住你一天吃四顿，吃五顿呢。我吃点饭，你这心疼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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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吃。哎呀妈，饭再供不起的话，当什么老爷们儿呢？看看今天吃的啥？大五花肉，切了一盘啊，五花三层的，然后再整点青菜。这就是包饭。哎呀，一天可会吃了，这夹个咸菜包里边，对，有咸淡味儿。哎呀，整点酱，先看我妈愿意吃那个水烫的大油菜，我媳妇儿居然吃苏子叶。一天呢，除了吃，她都不知道再想点别的事儿，脑袋睁开眼睛就知道，老公，今天咱们吃点啥？是不是你？我想的是你。是不是你？我就问是不是你，天天想的就是吃。我想你，怎么还不买菜回来呢？那不还是买菜回来，不还是吃吗？那你要早点回来的话，不就？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！我也得吃了，一会儿都凉了。哎呀，我看你最后把这一口吃进去，来，血盆大嘴张开。哎呀，我去！开心吗？